各位 Mobile 零一的网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试驾是这台 Super Sportline。那昨天呢，这台车有透过发表会，我们有在网络上的文章先介绍一下这台车的大致的介绍。那今天呢，我们是首批试驾这台车的媒体。那关于这台车它跟一般 Super 的差异，我们也请来 Skoda 原厂行销处长 Raymond 来为我们介绍。那我们欢迎一下 Raymond。各位 Mobile 零一的观众，大家好。Raymond 想请问一下，就是这台 Super Sportline， 它我现在看起来外形，它我可以看到，比如说这个黑色的水箱罩，还有这些黑色的这个行李箱架，这些是蛮明显的一个属于比较运动性的外观的差异。那这台车跟一般的 Super， 它在外形上会有哪些差别？可以请你为我们介绍一下。刚才您已经讲过了，在黑色基本上就是这台车动感黑色，这台车的基本色，所以黑色的水箱罩，黑色的雾灯，然后黑色的下进气口，甚至于还有黑色的侧后视镜，然后黑色的那个行李箱架，这些东西全部都是黑色，甚至于我们连轮圈啊。轮圈的话呢，看得出来都是黑色搭配的，所以整辆车基本上全，然后侧面再加上黑色的烤漆饰条，所以整辆车后面也是以黑色，然后配上电镀为主的那个尾翼盖，所以整个车子的来讲的话，就是以黑色为主。那当然，各位如果看到侧面的话，还会发现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整个车子的车身降低了1.4公分，所以在外形上面来讲的话，更有跑车的感觉，更动感。所以说，一般版的 Super 它的铝圈是属于就是整个是那种亮银色的配色。是的。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只有Super Sportline 这一台车有这个双色的。对，专属的双色铝圈，19寸铝圈。所以说它这个 Sportline 它的标准配备就是统一就是19寸铝圈的配置。是的，而且是台湾专属。你说外国的话还没有这个配备。所以国外的话它18寸。18寸，所以就是台湾引进 Sportline 就是单一升级版19寸铝圈。19寸铝圈。是的。那我另外还注意到，所以这个侧面这个名牌 Sportline 也是这台车的专属。对，刚才漏掉了一个最重要的就是 Sportline 的专属名牌。告诉你，要是这台车跟一般的 Super 是不一样。那么我想请问一下，就是那 Sportline 它有没有一些就是比较让人家觉得说，我这是专属这台车的车色的搭配这样？有，它有一个帝王金跟帝王金的颜色。那所以它的颜色是那种基本上它是属于这台车完全不同的颜色。那除此而外的话，还包括那个大家最喜欢用的那个大红色。大红色也是。也是非常的动感，然后所以像这个白色，还有一些像那边那几台的，就是灰色、铁灰色，这个都是 Sportline 的一个专属的配色。这个黑色、铁灰色的话，在 Sportline 跟正常的 Super 上面都有，白色都有，对，只不过他们没有这些前面、后面、侧面这些黑色动感的装的配件，所以就是刚才提到帝王金跟红色，红色就是Sportline 的专属车色，对 ，OK。那么我刚刚也注意到，它内装是不是也有哪些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它内装来讲的话，其实第一坐进去是从外面看进去，第一个就是它的菱格纹双色的 Alcantara 跑车座椅，然后白色的车缝线，菱格纹的表面，确保这个除了包覆性够以外，另外确保说它的那个也会有跑车需要有的防滑的感觉。其次另外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平把的方向盘，配上白色的车缝线，更有跑车的感觉。然后还有，对，是，你说。所以一般的 Super 它的方向盘就不会有这种平底式的这种方向盘的设计。对，它就不是这种平底式方向盘设计。那它同时你看还有那个金属的踏板。金属踏板。对。也是它的Sportline的专属。然后另外里面像那种类卡泵纹的那个车侧板也是属于 Sportline 专属。原来如此。是，所以这个座椅也是特别强调，就是包覆性跟这个防滑座椅、这个。是的，就是，而且是整体的一体式。所以它、就是头枕跟这个椅背是一体式的。一体式的，对 ，OK。然后它是属于这种，就是真皮跟这一种，就是Alcantara 的皮革。只要跟座椅的椅面的部分，就用Alcantara，让它一方面。
就是一方面舒服一点，另外一方面最重要是防滑。哦，原来如此。要加强它的包覆性。哎，那我们看一下这台车的动力的配置。好的，我看一下引擎盖。好的。双油压停杆。那我想请问 Raymond 一下，就 是就我知道 Super 在就是目前引进台湾车系里面，有一台 2.0 TSI 4x4 在车型，那它的最大动力是280匹最大马力，是，对。那可是我刚才看到规格表，我注意到说，这台Super Sportline 它一样是 2.0 升的涡轮增压引擎，可是它的最大马力是220匹，是，对。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呢？就是说，它既然有280匹，为什么这台车我不能用280匹？基本上280匹，我们在台湾是配在 LNK 4x4，就四乘 4x4 的车子上面，是属于 Sport 这个车，是属于 Super 这个车子的顶级版本。那 Sportline 呢，在定位上面，它是属于所谓比较动感的运动款的版本，所以他们在定位上面不完全一样。所以它强调的是 Sportline 本身强调的是它的也强调运动性，可是它更强调的是运动的性能以外的外观啊，甚至于更多的那个运动感，跟那个顶级版本是他们在定位上面是不一样的。是。那所以说，在 Sportline 它220匹，它的驱动方式就是只有前轮驱动。前轮驱动，对。事实上，我们都知道这辆车的话，事实上这颗引擎是 那个 EA888 里面反应最好的一颗引擎，加速反应、低速的反应各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能为消费者提供一个最棒的乐趣。那同时呢，当然您不瞒您说，它定位上面也跟顶级的 LNK 有所差别。是，EA88 这颗引擎，那就是跟Arcavia RS 这颗是一样，同样的，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引擎。所以它的反，我们可以这样讲，这等于是我们把 Arcavia 心脏放进了 Super 上面。哦，所以说就是你想要拥有，就是像 Arcavia RS 这样的动力性能，可是又想要有 Super 这样的大型的空间，这些啊，这台车等于说是两者合一，这样并在一起。感谢您说的真好，这个是我们原始的目的，就是这个样子。原来是这样，那这台车真的是还蛮吸引人的，就感觉我就是只要是看过、体验过这台车的人，其实我觉得都蛮心动，想要订车。那对，讲到订车，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之前我们在我们的讨论区里面，有遇过蛮多车主在讨论，就是说，今天我看了 Super 很心动，可是我想要订这台车，好像交车期会等很久。那在 Sportline 会不会？哦，这台车我们在上市期间，我们就做好了存车的准备。哦，那基本上，同时我们也得到原厂的正面的回复，今年我们会得到更多的 Super，所以这辆车在上市前我们准备好了 Super Sportline， 所以理论上我们会有现车供应给客户，现在开始就会有现车供应给客户。那当然，如果针对以往那些没有排到车的客户，我们觉得排车等很久的客户，我们觉得相当抱歉。那这台车现在有现车，当然如果说实在是超过我们预期太多，像以往一样超过我们预期的订单太多，那可能客户我们也会向原厂要求他们加快再补货。那基本上它是有限车的。那我想就是另外请问 Raymond， 就是在昨天发表会上有听到你讲说，这台车现在在售价跟就是配备上有一个等于说一个早鸟的优惠的价格。是的。那我想了解一下，就是像在控比，还有就是因为 Sportline 有同时有引进这个控比，还有这个四门房车。四门房车，对。那他们的售价目前是怎么样？以四门房车来讲的话，四门房车的定价是149.9万，149是它的定价。定价，对。然后在4月底以前，我们提供一个早鸟优惠，144.9万，等于说少了5万块。5万块优惠了，5万块在4月底以前。4月底以前，对，就是上市期间。那以这台控比来说的话，定价是159.9万。159.9万。对，那早鸟优惠
早鸟优惠价是154.9万，也是一样，就是优惠5万块，对，也是到4月底止。嗯，那5月底的话，我们就可能因为可能是汇率的关系，可能是那个我们可能就必须也不是，就是我们可能就必须恢复原价，就是已经就反正早鸟早买早享受，还有就是享有优惠。是的，是的，谢谢，原来如此，是。那我们刚才就是听完 Raymond 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介绍之后，那我们在稍待我们也会试驾这台车，那关于在 Super Spotlight 的一个试驾报道，我们在几天后也会看出，那到时候也欢迎我们的网友就是准时上来收看。那今天的直播也暂时告一段落，那谢谢大家的收看，谢谢。